方形玉米结的变法。取两根线十字交叉，拇指压紧，红线压黄线，黄线压红线，红线压黄线，黄线穿过大拇指上的红色线圈，同时收紧四根线，一个玉米结就编好了。接下来从反方向再编一个玉米结，红线压黄线，黄线压红线，红线压黄线，黄线穿过食指上的红色线圈，同时收紧四根线，接下来继续同样的步骤，一正一反的方向。圆形玉米结和方形玉米结的区别在于，圆形玉米结是往同一个方向走线，而方形玉米结是两个方向交替走线。你学会了吗？